Hello，深陷这个蛋糕的颜值了，超级喜欢。是抹茶口味的，我太喜欢吃慕斯了。就是那种绝对的入口即化。每一颗都超完美。最后一块，简直太好吃了！拜拜拜拜。Hello， 今天吃四个包浆蛋糕，然后喝奶茶。就喜欢它的包装。先吃这个白色的，
咸奶盖。这个果仁越嚼越香，吃起来就像酸奶一样。吃芒果的。这么明也有两层爆浆，这个甜度会比较高，对珍珠奶茶下手吧。这个不怎么甜，太离谱了。
杨枝甘露。超舒服。这个就是酸甜结合的那种感觉，过瘾。生活太完美了，拜拜。